今天是第十一第二天，第二天来到九州。对对，昨天晚上到。很冷吗？还好，比我想象中温暖。好 ，OK， 我们 go。久しぶりです。お久しぶりです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台北都会讲。嗯。嗨。我想参加这种活动。觉得有趣啊，应该说会有点在地人带路的一个概念，找找找，然后不小心看到。干杯吗？先干杯。第一次吃日本的牛排，对，第一次。应该只有福冈有吧？对，只有福冈有，所以这是合法，这是合法，就是福冈市政府合法发给他们的营业证。啊，你好。啊。哎。哎，今天呢，真的是蛮大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很臭吗？蒜头很臭。其实味，不是重点，而且不好吃。台湾的大肠面很一样，其实蒜不错吃，只是。太油了，最后有加面，有加面，没有，我们太饱了，蛮贵的，我们吃就这个，不过吃刷刷锅，点击刷刷锅，看好吗？我们吃这个，那是他们家自己做的。再爆，很好吃，好吃吗？おいしいって言って。おいしい。セボー！セボー！所以他们其实分配的很好啊，各司其职，就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。他就是点菜单。想去哪 ？Big Camera。那个是U型船，然后他们就在里面吃饭，然后有整条，这一条叫那颗船，算的夜景比较大。对对对，其他就还好。看起来也觉得很辣，没有想到需要怎么办呢？可以哦，好像不会。看起来真的很辣，真的。我把蛋加盐的给你，用一半给我。